现在开始，我们要关心到的是今天的社会焦点。发生在17号早上呢，花莲市闹区的警匪追逐，警方呢接获到情资，跟进一名毒贩的白色轿车上前拦查。那嫌犯呢是不服开车逃逸，在倒车的时候撞上另外一名黑色轿车，那车上还有女驾驶跟小孩。警方为了避免说呢会波及到无辜，所以朝着白色轿车轮胎开了8枪，最后把这名嫌犯给逮捕。那开车的张姓男子下车的时候，他的头是撞到了玻璃，明显红肿。由于呢事发地点位在闹区，所以当下很多路人都看傻眼。目击民众拍下白色轿车驾驶被拉出车外压制，后座的男子也被强力带出，随后支援的警力也赶到现场。他头撞到车玻璃啊？没有，我怎么拿枪哎、欸？这样停车为什么不停车？我没听到，我关车窗是关着啊。监视器画面则是拍到白色轿车不断倒车，两名员警分别从两侧追打，其中在副驾驶座这侧的员警还整个人飞踢，相当勇猛。在驾驶座这一侧的员警还朝着车轮连开8枪，车子才停下来。犹如电影般的惊险场景，17号上午10点多就在花莲闹区上演，吓坏不少民众。然后他就不停，然后他就直接打到轮胎，打轮胎。敲窗下来了。警方是掌握情资，跟接一名毒贩的白色轿车时，在国联五路上要拦检，驾驶拒检，还冲撞到另一部黑色轿车。因为当时黑车上还有女性驾驶跟小孩，警方才会开枪。他这边拒捕，然后他就倒车逃跑，撞车。他就撞那边。对。你应该跟他求偿吧？有啊，当然啊。彰显哈，不停车哈，往后冲撞。那在冲撞的过程中，这个撞击到这个一部黑色的自小客车，警方见车内有一个妇人，车上面载了一名小孩，为了避免伤及无辜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，在情况非常急迫的状况下，这个开枪向这个张贤所驾驶的自小客车的轮胎射击。白色轿车车上3人，除了驾驶的张姓男子头撞到玻璃送医，其他2人则是带回派出所侦讯。由于在车上起出刀械跟毒品，全案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、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以及妨碍公务罪送办。记者花莲综合报道。